小时候曾听说，这世上每个人都存在着另一个自己，只要不幸地碰上另一个自己，就会死。本我以为这只是一个胡乱的故事，但却真实在我眼前发生了。我女朋友婷婷最近沉迷于聊天软体，每天都跟一个男子聊到半夜。自我趁他大便的时候偷看讯息，却发现这张照片是我。而可怕的是，婷婷本人竟然完全没发现他并不是在跟我聊天，而是喊另一个我。这绝对不是我胡思乱想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将会被另一个自己杀死，而取代我成为真正的我。我必须阻止这场悲剧。喂，干嘛啦？难道你没发现，一直以来和你聊天的根本不是我吗？废话，我在跟你们要聊天，这是个 APP 软体，谁跟你聊天啊？啊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长太像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搞错了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哎，这有病吗？傻眼。不能接。哎，红钱，这是一双好鞋啊，你想拿回去吗？是的，麻烦你，但是你钱还没还给我。